客吓到是怎样？那只不是猫啦，那只是狗。它不是猫，它是狗。炮台怎么那个怎么那么痛？那个塔怎么那么痛？打一下我500滴耶！他请问我们家的猫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怪癖？好像也没有吧。有一只猫特别喜欢待在马桶后面睡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会待在厕所嘛，然后马桶后面不是会有一个缝吗？它就是喜欢待在后面睡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如果这个算的话，那这个是一个。然后还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会全部在厕所里面，不知道在干嘛，那开会还是干嘛，然后会有一个人在外面把风。就我有时候从房间去客厅要去上厕所，就看那怎么全部的猫都在厕所里面，不知道在里面干嘛。如果这个也算一个的话，这个也是，其他应该就还好了，就没什么特别的了。朱主播晚安，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。这个即将四年的女朋友原本是住在一起，但是她因为某一些事情搬回台南，当时说好一年就怀孕，实验了3年。去年年初碰到一个相处还算舒服的女孩，想知道应该继续等还是果断一点重新开始？哇，感情事哎、欸，感情事好像我也没什么建议哎、欸。Next question， see ya。不是重点是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某一些事情回台南是哪一些事情啊？我觉得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隔阂，然后你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话啦，我应该还是会继续相处。我啦，我说我自己的话会继续相处。远距离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之间没什么隔阂，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好啊，你只是可能有什么事情必须得待在台南，我觉得就还好啊，能处就继续处，我不会特别相处新的对象。3年时间肯定有猫腻。对，如果你心里很不舒服，你可能觉得会有猫，你可能他在台南已经有其他对象之类的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很不舒服，那你可以跟他提啊，因为食言总有为什么吧，对不对？总有为什么啊？啊，能讲就讲，不能的话就像你说的，干净一点结束这段感情，然后再去相处一个新的，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啊。今年在实况上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我想要尝试户外吧，骑摩托车跟骑脚踏车的实况吧，这应该是我目前确定会想尝试的东西。像这个，就是 GoPro 的那个挂在脖子上的，这个是夹在摩托车或脚踏车上的。重机吗？不一定会是重机啦，可能会是白牌，但就是骑摩托车。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在买，然后这个是安全帽下面下巴的那个位置，让你们变第一人称视角骑摩托车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我今年确定会做的事情。这样，我有地脸吗？跟了一段时间从来没看过我的身体。有啊，就以前我们玩 Rust， 我们都还不太会玩的时候，有让观众进来，然后就有个观众改密码这样。还有不然就是我一个比较明显的地雷，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如果我一直重复讲，然后你还是一直重复办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容易生气。像我之前不是讲说，那边可能会有人。你走过去会死，然后那个人就是不信邪，硬要走过去死。第一次我就觉得算了，第二次我还是抱谁往上走了，你要退，那你还是死，我就会开始觉得很燥很烦。对，我好像不打游戏，其实大部分都还好，我现实好像不会因为什么事情生。我想一下，我真的想不太到，我想一下，没什么那个啊，平时也没跟人家有什么接触。啊，有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，我有个症状。我骑摩托车跟开车的时候会有那个路怒症，就有的人很白烂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，这个我会。我讨厌别人跟我分食物，这个我还好，但有的人好像不太喜欢。小时候问我姐要买宵夜，问她什么都说怕啊，买回来又问能不能吃一口，重点根本就不是一口。一口一口到底是在一口三小啦，问你要不要吃你又说不要，回来又再给我一口一口。地点应该就那几个，很喜欢看我的实况，但是常常翘班怎么办？我没开台，通常就是那阵子作息很差。我只要没开台，就是一定是睡着，几乎87%都是睡着。我是说晚上，下午我可能不会开，因为我会觉得我就是私下跟朋友玩游戏，没开也没差啊。我想开的时候我就会开啊，有时候。阿奎安安打头下来耐力持久，大概2019年被 YT 演算法来看了比赛杯，线上人生第一个订阅。在第一届 TK 杯线上人生第一批小旗点，漫长的澳洲求学之旅，好好哦，澳洲求学好过瘾哦。
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在国外求学过，虽然我已经30几岁也没什么机会，虽然想还是可以啦，保重身体是肯定会啊，我是从来没有很辛苦自己的啊。啊，什么好累想睡，算了我去睡觉好了，今天就不开了，嘿嘿，从来都没有在勉强自己的。我都要问一下，今天有视讯跟早安台，今天也有早安台，但是没有视讯。想要问我当初入坑 DBD 的原因，或者是吸引我游玩的原因。当初玩这个游戏，就是宇飞那时候在 Steam 上面有看到，就是还没上市，我们就有看到那个游戏，我们觉得哎、欸，这游戏很新奇，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类型的游戏。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约好要玩，结果他上市的时候，宇飞给我不见，他给我睡着，然后我就问先辈要不要玩。然后前面哦看了一下，哎，觉得好像不错，我们两个就玩。DBD 这种类型的游戏是第一个做的又完善，第一天他刚出的第一秒，我们两个就下载。那一天就直接从半夜吧，他从半夜上市，我们直接从半夜玩到早上。然后前辈就玩到早上，他就说，哎，他要去买早餐，叫我开台给他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有在开台。我那时候开台的理由是朋友想看我就开，这样开一开之后人数就拉起来，后来就开始做全职实况这样。请问未来还有规划跟干爹们一起吃饭？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人还没那么多的时候，那时候去西门町剪头发，就有在赖群直接问说，哎、欸，有没有人现在要去西门町吃饭呢？我等一下会去西门町，那就来了17个人，我们就去附近随便找了一间美式餐厅，没有不行啦，但是我很不擅长那样子的场合啊，所以后来就一直没有特别约，也没有办类似的活动，不知道未来可能有机会啦。主播年过30，有觉得身体开始走下坡了吗？有啊，超明显的。不要说30，29、28那边我就开始觉得有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胃食道逆流，然后又长期不运动，那个肌肉萎缩超级严重。有没有喜欢的运动？游泳吧，游泳跟骑脚踏车吧，骑脚踏车应该算还可以接受的运动。要怎么成为优良的实况主？没有步骤吧，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，只是单纯刚好你们喜欢这种类型的实况主而已。我在我玩游戏的时候开实况，做自己平常做的事情，我也没有特别干嘛。有啦，我有在讲脏话，比较少而已。但我有，像有一些人会很认真经营，就他们会规划他们几月几号第一次直播，然后几月几号干嘛干嘛这样。那种的就比较辛苦。所以你问我的话，我没有特别的步骤哎，因为我觉得你实况想要做久的话，你不想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，可能就是像我现在这样会比较轻松。可是实况有点运气成分在啦，玩你自己想玩的游戏，实况你想实况的东西，你才会做得开心啊，不会有压力，才有办法持续。你好，我订阅2名，你是粉色亏亏子的头牌，有问题想要请教你，今年有预计办什么活动吗？有啊，过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啊，然后第四届这个就还不晓得，目前还不确定。没有什么感谢机，反正有办我就在跟你们讲。主播，我已经失恋101次，请问要怎么样才不会失恋第102次咧？不要去尝试就不会失恋啊。画面没有，他那个问题很短啊，但我就没有放出来。还有人说我想在这边放音乐，我直接狠狠的给你无视掉。唯一的主播欸，这么狠哦、喔。还是不好意思叫我阿亏。没有什么关系，不用这么拘束哦、喔。想怎么叫都嘛可以，你看我现在名字一大堆，那阿亏是最多人叫的啦，叫起来比较顺口，没有什么装不装熟的啦，反正名字这种东西，你叫哪一个叫的最习惯就怎么叫啊，温和的个性，好不好？他们是因为我是一个斜咖、欸，他们特别喜欢看斜咖，搞不好？确实、欸，我真的是不得不说，我们这边真的算是很温和的一个地方，没什么吵架，很特别的一个聊天室，不得不说。我看过很多人在很多台讲话都很难听，为了去骂人而去骂人的那种的我就不太喜欢，所以不得不说感到蛮骄傲的。聊天是素质高的这件事情，从 YD 看主播的精华看了几个月，特别半途期看主播的直播，本身不常玩游戏，但是非常喜欢看别人玩，尤其是主播跟朋友的激情对话，每次看来都看到姨母笑。姨母笑是什么东西？我是姨母笑。姨母笑，马上查一下。姨母笑是这个啊？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贴出来看一下。干嘛？这是姨母笑，是不是？
阿图跟老一辈的人对话很痛苦，完全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我在烦恼自己的人生、未来、工作，老妈只能跟我说隔壁卖菜多便宜，多下辈怎样怎样，到底是干我屁事？感觉家人都听不懂人话怎么办？家里的沟通真的是比较麻烦，因为年代不同，那个想法也差超多的。这种应该要怎么解决啊？听听就好了嘛。像聊天室刚刚说的，我很多话都可以听一听，就当作没听到。就如果你觉得他们讲的那个东西是你不能理解的，你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啊。老实说，家里可能会希望你去做什么做什么之类的，可是你不想要做那件事情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能沟通的啦，沟通久了他们也不能怎么样，因为做决定的人还是你啊。只是说你们沟通的时候不用产生太多的隔阂。我现在31嘛，定下我就会想说，我现在都31岁了，那我妈跟我爸的年纪感觉就更大。那我就会想过，如果到时候他们年纪再大一点的，不知道还有几个十年可以看得到他们。我那时候想一想，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再跟家人更好一点这样。最近蛮多航空公司有活动，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。不过你现在带妈妈出门，不是我妈没空哦。她如果想去，我一定。带他一起去，可他没空去啊。哦，你是说我妈没去，没人帮我剥壳子？哭啊！我自己会剥啦，我自己会剥啦。我每次走去客厅，看到我妈今天有煮虾子，我说妈，这虾子怎么有壳？我认识的虾子没有壳哎。然后我再回房间开台，开完出去，虾子都不完，漂亮，吃没有壳的虾子，好舒服。那我们的棉花糖今天好像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Bye.